从连败到连胜，这支快船经历了什么？他们怎么突然变得会打球了？说到底，战绩的回暖其实就是体系和球星的双重纠错。赛季初三胜两负，状态不好不坏，但哈登加盟之后，快船竟以一波六连败俯冲底部，完全看不到希望。在连绵的输球中，明眼人都能看出球队的排兵布阵出现了重大问题。哈登、威少一起出场，这是联盟最慢的首发阵容。 也是进攻一端可能性最小的阵容，没有挡拆，没有空切，没有防守，也没有二次篮板，全部是跳投一锤子买卖，输赢自然看天吃饭。而衔接段威少、祖巴茨、塔克同时在场，空间又彻底堵死，所以改变首发势在必行。威少主动提出代替补，卢就顺水推舟前提了曼恩的登场顺位，用他来担当卡交最后接着把球队的指挥棒交给哈登。 此举解决了两个问题：首发五人组中有了干脏活的球员，一个合格的领防人选，这样上线给足了压迫；二线卡交扫荡，最后祖巴茨沉退护框，防守有了一些立体感。曼恩的能量也让乔治和莱昂纳德身上的防守压力小了很多，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进攻端。接着让小卡、哈登、威少、乔治错峰搭档，保证了进攻的相对流畅。 吃进泰斯为孱弱的五号位加了一层保险，他也用合格的吃饼表现回馈了卢的信任。最后 DNP 了严重下滑的老塔克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决策，因为球风硬朗的塔克有着不错的演员，对于那些从火影时代一路看过来的球迷更是如此。但一个是事实是，由于底角三分能力的下降，塔克在场快船队进攻端就是四打五，在防守上没护框没扫荡。 也没换防弹性，基本也没啥作用。试问上赛季的考文顿都得不到出场机会，比之更次的塔克被弃用，也是可预见的教练安排了。说完了战术调整，快船复苏的另一大因素是卡哇伊的强势回归。开赛时小卡打的一般，经过一个月的适应和调整，莱昂纳德终于在年末进入了战神形态。本月的五场比赛中。 莱昂纳德场均可以得到二十八点六分、五点四篮板、五点零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百分之六十，三分命中率百分之五十二，罚球命中率百分之一百。攻防两端，快船想要有一套逻辑简单的杀招，这都需要一个足够有统治力的莱昂纳德，能够面框吸引夹击，确保简单转移球跑赢轮转，以及一线防守高质量的换防、夹击与协防。最近的比赛进一步证明。 他可能是那个版本了，莱昂纳德把第一主攻手的活干了，其他人就可以在优质空间下扮演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甚至第五攻击点，进攻就会大幅简化，回到那个优质空间支持下，几乎每个点都能单吃或突分的模式了。于是所有人的定位也就都捋顺了，快船的回暖也就可以理解了。